好，接下来呢为中场时间，那当然就是进行我们的抽奖活动啦。抽你，抽你还是编你，抽你还是编你。好，首先呢，我要先公布前几天网络上已经抽好的名单。第一个呢是98分的耳环六副，第一个抽中的是蔡佳元，蔡蔡，蔡蔡，蔡蔡出来。第二个是陈怡珍，陈怡珍。然后第三个是肝肠，肝肠在吗？举手。啊，在吗？在吗？啊，上来上来上来。好，第四个是徐文芳，文芳，文芳在吗？对，文芳在哪里？有。然后再来是李若琳，若琳，若琳，若琳在哪？有哈。再来是洪佑，吕洪佑。OK OK， 好，有按照出去，有了齁，拿到齁，哎，包往舞台中间这边，中间至中至中至中，好，帮我看那个摄影师，请心微笑，哎，请心微笑就好，好，来三二一笑，很棒，有的训练当网美啦，再一张笑。哎，怎么样？好，谢谢谢谢。第二个呢是苏祖的帽子跟袋子。第一个帽子的是江继华，继华在吗？继华，继华在吗？继华一次，继华两次，哦，来台上。然后呢，袋子是思贤，思贤，抽好的抽好的，思贤，帮我到舞台上。那我先公布一下富二代的，富二代的白色的是许玉成，许玉成在吗？玉成，玉成上来。然后黑色呢，我不是很想讲了。吴维勋，维勋，维勋上来，维勋。摄影机。好，三，他们先，他们先。好，三二一，七。好，谢谢。再来，微醺要拿，好意思。好，帅一个，帅一个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现场抽的部分啦。来，小天使来，现场抽的有三个东西，一个是棉T，然后还有住宿券，就是房间券。然后再来就是最后一个是老帽的两件衣服，那我要开抽喽。第一个呢是五件棉T，15号零一五，零一五在吗？零一五一次，零一五两次，哦，请上台。374，374在吗？374一次，374两次，啊，有吗？哦，有有有，请上台。370，370有吗？370有，请上台。还有186跟194，186在吗？186，194有吗？都有吗？186，啊，186，186在吗？186没有，我就要抽了哦。274有人吗？举手。274请上台。上台，请上台。以上五位是抽中我们奶哥赞助的棉 T 啊，奶哥现在还单身，有意的那个后台询问自己那个他的 FB。然后下一个我接着抽。
好，住宿券的部分有五个，是逢甲的住宿券，逢甲民宿，台中好地方啦，那里不只有庆记，还有很多好玩的啦。好，我抽喽，抽喽。好好讲话，台中人呢？203在吗？203在吗？在吗？没有人答应我，就抽喽。好，203弃权。171号，嗯，都没有，哎，骗我，我是千网哎，再来是189有吗？189有吗？哦哦，拍谁啊？哦。一个吗？再来是172有人吗？哎，172上来，你就直接这样冲，然后举手这样冲过来，我就看到你了。再来是205有人吗？205听不懂，205没有。179哦，179看到了，好，然后再来这个是176，哦，176来，上来。241有吗？有吗？哎，是都没吃粽子，所以找不到，是不是？不，没法找人呐、啊。哎，241有吗？204有吗？啊，吹了，来，你是204吗？好，207一次，207两次，207三次。223，哎，你们是不是都不想去台中啊？是故意的吗？223有吗？223。有，来，在都市丛林里小心别犯错，不过抽了根烟没那么严重，有些人犯法不犯罪，让经典重现，这日子已不再久再睡。我有，我接着抽，抽下一个是老帽的两件衣服，厉害的哦，这个厉害的哦，两个，先抽帽子。哦，一号，谁第一个进场？一号是谁？第一个进场的。有吗？第一个。哦，有。28号。28。没有哈、哦。7号 ，seven 七。七，好，请上来。他是一号。好，抽中了就恭喜你们啦，没抽中的就抱歉啦，没吃粽子抽不中啊。自中一下。好，谢谢以上中奖的人，那我们再休息几分钟，谢谢。我们下半场的表演即将在7:40开始，谢谢大家。